50点护甲。卡萨丁他看了都流泪。将他们冲散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呀。咋不带偷钱呢？偷钱呢？俺很生气，进呢，后果很严重。偷他！哎，不畏生死，那是很弟兄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这牛这个抠技能的这图标性，你必须跟斩。将他们冲散。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哎，现在你必须跟斩。哎。哎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俺知道该怎么。哎，给我了吧。饼干吃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死了。将他们冲散。哎，将他们冲散。哎，击退！这没啥用。哎，救救！那没事儿。哎呦我！这牛头开大，现在不给攻击力了，以前还给点攻击力呢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就你有队友啊？就你有队友。哎，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必须跟斩。动吧。
下班就杀你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伤不了崽儿，给你牛逼坏了。将他们冲散。哎。装杯了啊，有点装杯了。哎呀，这波让那小子吃哈皮吃不少了吧？这哪能行？哎，那回去吧你。好多鱿鱼丝儿啊。伸展，还有十秒钟，要不要去摸一下塔皮？你必须伸展。干哈来着？这啥意思？我不理解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不想活了。牛牛的伤害也是很高的哟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拉个巴的，这么多人，我操！啊！哎呦，太难了吧？咋这么多人呢？那补兵太费劲了。那鱿鱼兵还没我多呢，我补兵那么费劲，我都补一百的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牛牛来了哟！啊！哎！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哎！他送我嘴里来了，我操！哎！将他们冲散。九层美甲血魂剑，小龙可以要。
看你们的了。过年好，再见。非得打一架呗。那么妞妞来了哟，完了，上当了，这他妈应该走的，这两个害人精，我操，下回我不救他们了。哎呀，搞得我美甲窃魂卷没了。直接走，这回直接走，爱死不死。信号我们也不点。我靠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呀、啊、为什么会出个影魔刀，我们家就一个 AP， 你出这玩意儿呢？哎。